开始喽！好，这个影片由我来讲解最适合也不过。你看，我现在跟在他们两个后面。哦，阿凯想从外面来，结果 Jimmy 走出去，阿凯换线。你看，哇，卡住 Jimmy， 而且你看他进去的时候屁股还在前面摇两下。哇，现在换我跟到 Jimmy 后面。哎，超车吸得够紧，哼，换我跟上阿凯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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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赶快赶快追赶阿凯！你看阿凯车是不是开得很好，真的很厉害。慢慢吸上他。阿凯开车有个习惯，只要人在追逐他都会回头。你看，他号称卡丁车界的三眼怪，是吧？他后面有一个眼睛，所以很酷，他会一直回头。我还想叫他猫头鹰。你看，又来又回头，一直回头，把这里一直回头，在干嘛？真的是不好开车哦。嗯，吸进他，吸进他。你看，又回头，吸进他，吸进他，吸进他，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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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这个弯跟的有够紧。走走走走，你看阿凯的引擎真的蛮给力的。哦，你看到最后还在稍微拉远一点呢。好，进入这个法家湾。你看阿凯撇一下失误了，哈哈，我就直接插内线就过去了，接下来就换我领跑了。赶快逃命，赶快逃命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不要让他们跟上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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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他们在后面真的追得很紧，结果你看在这个直线底，啊，我大力顶了一下，哇！快出去了！你看，原来是 Jimmy 顶我，他还卡我。裁判，我要申诉。没关系，我们跟好。超车！我这一次超车，我本来想说，他应该会在下一个地方反超，我就走外线。结果哇，被阿凯一个顶一个飞起来，被阿凯抓到机会。结果 Jimmy 也过去，就 Jimmy 跟阿凯嘣两个，一号弯两败俱伤，我就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